问题，我就直接开始哦。OK。好，那我今天是要讲高斯 Mitchell Model， 然后接续之前讲的 K-means。那我们先，在 K-means 在实际上应用其实效果并没有很好。那这次我们介绍的高斯 Mitchell Model， 它可以某种程度可以看成 K-means 的加强版。那我们先讲一下 K-means 的弱点。首先，我们先产生一组资料，像下面这组资料，它就是有四个类，就是很明显可以看成是四堆的资料这样子。那 K-means 如果是资料的分布，它是一种以某一个中心然后向外分布的状况的话 ，K-means 其实还可以得到不错的结果。那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这个黄色这个跟紫色这个，它其实有稍微的有一点点重叠。那在这种重叠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会想要知道说，像是这个点它属于这一个类黄色类别的几率是多大，然后还是属于紫色类别的几率是多大。那但是 K-means 没办法给我们这种。没办法给我们这个讯息，他只是直接画，他直接画一个圈，然后就直接跟你说他是 A 类别或 B 类别这样子。那 K-means 另外一个是 K-means， 它是以一个点为中心，然后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圆圈。那在这个圆圈之内的资料全部都是属于某一个类别，所以说呢 ，K-means 它给出它。类别的形状一定是圆形的。假如今天我们资料堆是可能是椭圆形的话 ，K-means 就没办法给出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往下看一下，这一张图，这张图就是在讲 K-means， 它就是给它那个区分类别，它就是画一个以资料点的中心为中心，然后画一个圆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画了四个圆形。但是如果像刚刚说的，他因为他给的那个资料边界，它都是圆形，所以如果像这种长条有点椭圆形的长条资料的话 ，K-means 的效果就蛮差。尤其是像我们看到最下面黄色跟紫色这里的效果就非常差，就不太能好好的区分出这两个不同的黄色跟紫色的这两个类别。所以呢，我们先总结一下 K-means 的两个缺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没办法针对每一个点，它属于某一个类别，它的我自己讲说它就是信心程度啊，它可能属于 A 类别，类似 A 类别是可能是 50% 是 A 类别， 50% 是 B 类别，类似这一种信心的程度。那第二个就是它给的资料边界都一定是圆形的，所以说如果是其实现实上的资料不一定每一次资料的分布都是就以这种同心圆的形式来去散布了，那实际上应用其实就蛮差的。因此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高斯 Mitchell Model， 它可以去弥补一些这些缺点。那高斯 Mitchell Model 它会在尝试在输入资料中寻找多个维度的高斯混合分布，然后并找出最适合符合资料、最适合输入资料的模型。那我下面高斯 Mitchell Model 我就简称 GNN 了。那 GNN 可以像 K-means 一样，将用来把资料分堆。在 Scikit-learn 它有提供 GNN 的函数，然后我们要指定一个叫 component 的超参数。那这里我们指定为4。那高斯 Mitchell Model 的详细的数学的推断，我就没有在这边讲。我这边主要是介绍 Scikit-learn 它函数的运用，还有它的一些限制这样子。那如果想要更了解高斯 Mitchell Model 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有把这个 Colab 的连结放在讨论区。那这个连结它有稍微推导一下高斯 Mitchell Model 的数学模型。
我这边助演模型我就不细讲，我就直接先继续往下讲。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在 Psychic 的话 ，GNN 的盘势就是 GNN。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N component， 等于是这个超参数我们要给它。然后，它算出来之后，等一下哦，这个图形是已经是 GNN 给我们的结果。那每个颜色就代表 GNN 他自己认为说，这个点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所以他就用颜色来区分每一个类别。那另外一个 GNN 他可以给出，因为他原本就是用高斯分布去做，他有高速分布运算在里头，所以呢，他其实对每一个点，他可以给出每一个点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几率。那在 scikit-learn 它也有提供这一个方选，那我们用 GNN 算完这些资料堆之后，我们还可以去针对每一个点抽取出它属于某哪一个类别的信心程度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矩阵，我们可以先看到第一列它有一个 0.475， 最后面两个 column 它有 0.475 跟 0.525， 那这两个数字都代表说它属于一列都代表一个资料点，那这一个第一列的最后面两个数字代表它属于每一列的每一个元素都代表它属都是一个类，那这些数字代表它是属于某一个类的信心程度这样的。那如果零的话，就是代表 GNN 觉得它绝对不是属于这个类别。那如果有数值的话，表示就是它可能百分之几是属于这个类别这样子。那我们算出这个矩阵之后，我们再重新画一次刚刚那个图。那这个图呢，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每一个圆圈圈的大小都会跟它刚刚我们拿到的属于类别的信心程度有像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如果像我们现在看一下黄色这一块，最黄色最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圆圈，就是偏有一个圆圈，它的大小比较小，那表示说它虽然是属于黄色这个类别，但是其实 GNN 觉得说它属于黄色类别的信心并不是这么大，它也有可能快要偏近是属于像最下方深蓝色的一个类别。那我们可以看黄色类别正中间的圆，它就是蛮大颗，表示说 GNN 很有信心说它这些就属于黄色类别这样子。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本质上呢 ，K-means 跟 GNN 其实有一点像，它也是利用这种 exception maxima 的方法，然后它就是一直我们在 k-means 的时候，它会一直重复的迭代嘛，重新，因为从一开始是先随意猜测那个资料中心点的位置，然后之后经过很多次的迭代，一直重复的猜中心，然后再校正，再重新算出一个新的中心，再校正这样子。那 GNN 也很类似，它也是第一步先随意猜测那个资料堆的中心点位置和形状，然后再来就重复下面两个步骤，一直到它收敛为止。一个就是算出每一个类别属于某一类的几率，然后依照这个讯息再重新算出资料点的中心。然后一直重复的迭代这个过程，那最后它收敛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上面这个收敛的图。不过这种方法呢，跟 K-means 的时候我们有提过一样，就是它有时候找到了解，并不是 global minima， 它可能是 local 的 minima， 所以说。在实物上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我们的那个初始值不会只给一次，我们可能会给个
几组，让他下去算，那确保说他找他比较有可能是找到 global 的 minima， 不是那个local 的 minima。那最后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GNN 给我们的一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它有很多个圆圈，然后这圆圈的颜色越中心越深，然后越外围越浅。越深的意思就是代表 GNN 觉得，认为它是属于某一个类别的信心度很强。那越那个圆圈越淡的区域，就是 GNN 觉得它可能是有可能属于 A 类别，可能属于 B 类别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跟 K-means 很大不同的就是，它可以给出一个不是圆形的资料边界。我看到这个对于椭圆形的资料 ，GNN 表现呢就比 K-means 好非常多，尤其是最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黄色跟深蓝色的这两组资料 ，K-means GNN 给出我们蛮好的资料边界，都有大部分的资料都有被正确的框在对的地方。然后除了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个超参数是 component，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就是 GNN 还有一个 covariance 的类型，我们可以选择。那 covariance 的有三种形式，有我列在下方有 diagonal， 然后是 spherical 跟 full。那这三个类别，我们看一下这下面这个图，用这下面这张图比较明显。第一个，如果我们选择 convergence type 是属于 diagonal 的话，那这一种类别它会沿着，像这里是二维嘛 ，xy 轴，那它变化的时候，它只会沿着 x 轴，它可以沿着这两个 xy 轴变化，但是它的方向也被限制在只能沿着 x 轴或是沿着 y 轴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椭圆形的两个轴一定会跟我们坐标系的 xy 轴是平行的，它不会说，我沿着 x 45度的方向去变化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 spherical 这种，它就是会产生，只会产生圆形的资料边界。那这种资料这一种类型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它计算速度很快。但是它缺点就是它只会给你一个正圆的资料边界。那我们就 看一下最右边负我这一种形态 covariance type 的话，它就不会像第一个 diagonal， 是它的变形方向是只能沿着 x 轴或 y 轴，它可以沿着任意方向，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点倾斜的方，它的椭圆长得比较倾斜一点点，它可以沿着它觉得对的方向去延伸。但是这种负荷的 type 的缺点就是它的计算量比较大一点，会比其他前面两种类型的计算量都还要大。那接下来我们刚刚都是把 GNN 当作一个分类器 cluster 的那个演算 clustering 的演算法来看，但是其实在实际应用上，它其实比较常被当成一个 density estimation 的演算法。也就是说 ，GNN 它产生的这些图，其实是在描述这个资料的分布状态。我们先用 scikit-learn 去产生一个 moon 的图形，如下图这个蓝两个像月亮形的图形。然后我们再用 component 等于，我们用 GNN 套用 GNN， 然后 component 设为2，然后去看一下它产生的结果。那产生的结果就是像现在这一张图，紫色，然后跟黄色，还有它那个产生的资料边界。我们看到这张图，其实对我们理解这个输入资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它分类了也不太对，但是假如我们今天不要再把 GNN 看成一个
clustering 分类的演算法的话，我们把 component 的数量加大，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把每一个 component 的数量跟类别的，跟它有几个类别相等，我们是直接就是把 component 的数量加大。那我们可以看到 GNN 给我们一个新的图形，是很多个椭圆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它给的资料边界，其实它是沿着我们的输入资料，其实是蛮符合我们输入资料的，看起来就是蛮像月亮形的。然后我们再利用它刚刚给我们的这个资高GNN 算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再去重新产生一组新的资料，像现在下面这张图是 GNN 用刚刚它算出来的结果，然后呢，再从它自己算出的资料边界中再撒一些新的资料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组 GNN 产生的资料跟我们原本的月亮图其实是蛮相像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把 GNN 当作一个去模拟旧的资料，然后产生新资料的一种方法。那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 component， 然后那个 GNN 又可以去产生由旧资料去产生新资料，所以其实它可以去看成它其实就可以看成是一种生成模型。然后至于要决定 component 的数量，就变成我们要怎么决定这一个超参数。那我们有两种决定 component 这个超参数的方法，我们可以用 AIC 或是 BIC 这两个方式帮我们去计算，就是 GNN 产生的图形点跟GNN 产生的图形点跟原先输入的资料图形它的相似度有多少，然后去决定 component 要设定为多少个。那下面我们就示范。我继续下去哦。有人有问题吗？你怎么变出直播？没有，我就继续了哦。好，那下面这一张图就是 BIC 跟 AIC 帮我们算出来的图形。那可以看到说，在大概5到10之间这一个区块，它其实如果 component 是5到10之间的一个区块的话，它其实是最像输入资料的样子，就是其实最佳的解就在5到10之间。然后我们刚刚选择16，其实对用 BIC 跟 AIC 来算，其实他觉得这些都是有点太多了，其实5到10之间就够了。然后 AIC 跟 BIC 之间呢， BIC 会选择更简单，就是 component 数量，通常它会趋向于选择 component 数量更少的模型。然后经过刚刚上面的这些讲解之后呢，其实我们会建议不要把 GNN 当成一个分类演算法。我们建议是把它当成一个 density estimator， 就是密度评估或的那种模型。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把 GNN 当成分类演算法来使用的话，那适用的情境就有在资料集很简单的时候。如果资料集很复杂的话，这 GNN 当作分类演算法其实不太适合。然后下面我们利用 GNN 来示范如何产生新的资料。然后我们要产生的资料就是前面有用过的手写数字资料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输入资料，这些是手写输入资料集截出来的图。然后呢，因为这些图都是8×8的图 ，pixel 的图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图都有64个维度。那其实即便在这么高的维度下，其实不太容易收敛。所以我们先使用 PCA 去帮它降维，然后设定 PCA 保留 99% 的 balance。经过 PCA 计算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这里我们得到的是41个维度，然后大概减少资料量，大概减少1/3，但是没有太大的讯息损失。利用这个处理过的资料 ，PCA 处理过的资料，然后我们再用刚刚使用的 AIC 去寻找 GNN 最适合的 component 数量。那我们可以产生的结果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在100这那个 SO100 部分，可以应该是最佳解。所以呢 ，AIC 告诉我们，设定在 component 数量设定在110是一个适合的数字。然后，因此我们就用 GNN 在这41维度的资料产生那个资料集之后，再用 PAC 把逆推回去。下面这个其实就是 GNN 帮我们生出来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真的是蛮像人手写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数字的形状出来。这个下面就要。那重强调一次，这个是 GNN 帮我们产生的资料集。对，那 GNN 的部分大概就是讲到这边。所以说，就是 GNN 我们除了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对，如果在简单资料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分类器来看。那如果在其他另外一个应用，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生成模型，来用旧资料来帮我们生成新的资料。那以上这一些就是高新 machine model 的部分。我的报告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好、哦，谢谢任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任豪介绍的很详细哦，讲的非常清楚。我。有一个想法，就这个 GNN 可应该有一些人做哈，用它来做 data augmentation。那或许有一些人有研究过，利用现有的一些 deep learning 的一些 data augmentation 的一些常用方法，然后跟类似像 GNN 这种方法去产生的 data， 它的哦，这个从这些产生的 data augmentation 的效果，然后再重新 train 模型，哦，去 train deep learning 的模型，那不晓得哪一种效果比较好，哦，或是GNN 的这个方法可以让 data augmentation 的这个方式的产生更容易或更有效率一些，我想这个是可以深入去挖掘一个很有趣的主题。这是我看了这个 session 这个部分的一些感想。那其他人有问题吗？有没有？Alan 请说。请教一下，就是说像 AIC BIC 这种做法，是不是就感觉就是说它是要去猜那些参数嘛，所以参数就是说有几个 component， 或者是每个它的 covariance 的 matrix 的值，还有它的中心点什么，这些都是参数嘛。那它是最后它是因为它出来是一个几率分布，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资料点算所谓的没什么 likelihood 嘛，每个资料我一旦有个几率分布，我就可以算它没什么 likelihood。所以 AIC BIC 是有点像是说，
我就用 GN fit 完，用不同的 component fit 完之后，那我把它这些要点喂进去，看谁的 maximum likelihood 是最大的吗？这种概念吗？对，就是这两个 AIC BIC， 它是帮我们算，就是它生成的，哎，它帮我们产生的 GN 帮我们算出来的资料，就是它帮我们画那个资料边界嘛，然后跟原始资料它的那个相似度。对，的确像你说，它应该就是计算它的相似度，然后来帮我们辅助，帮我们决定这个 component 设定多少，可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两个其实就是在，其实这两个 AIC BIC 其实是在帮我们决定超参数啊。因为超参数你在训练过程中你是不会学习到的，你必须自己手动去设定。那你不可能说我随意设定，那可能有可能很差。所以我们用这两个 AIC BIC 的工具来帮我们决定说 component 设定几个是比较好的，是大概是这两个工具是这样子。哦，好，谢谢。反正应该就是用这个值来做 model selection 就是的。对对对，用来选说最佳的那个多少个 component 就分几群呐、啊。它可以帮你去找说它要 fit 这个 data、哦、要分成几群是最佳的数字这样。我、哦、这是我的看法。我看完这边我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 GNN 虽然可以产生新的用旧资料产生新的资料，但是我发现它对于像我们刚刚产生这一种手写图，它其实才8×8个，就是64个维度，它 GNN 就已经不太容易收敛了。就是感觉它如果要让它来产生新资料的话，只能在就是相对于简单的资料来让它做生成模型。如果像是我们那种猫和狗的这种照片啊， GNN 可能就没办法做，它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生成模型这样子。这是我一点点的小心得。应该现在都是大部分用 GAN 来做了，对对对 ，Deep Learning 的 GAN 来做这种生成影像的动作这样。对啊。有一些用那个 VAE 来做，其实效果也不错。Variation Auto Encoder。啊，对啊，没错，就是说，一般这种以 Deep Learning 为 base 的，现在两个流派就是 VAE 跟 GAN。那 VAE 可能会比较像 GN 一样有一些几率的模型啊，啊 GAN 比较没有什么几率模型这样子。好，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没有，就谢谢人豪。好，谢谢大家。